Let's go. Where we go? And then? City Walk.虽然我们现在吃完了，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，这位拉完屎的先生，你拉的怎么样？没拉住了。你要吃药吗？老公，我知道了，你喝了这个就能拉出来了。啊，那我现在不想，我要去 hiking。拉吧。我要去 hiking。嗯哼。展现一下你的新鞋子，老公。我们去河边。不行，我这鞋子不去不了。展现。展现一下你的新鞋子。那个水鞋。本地出场。嗯。你要跳个舞吗？没有。你来呀！我就证实那都是泥来的，不是石头来的。嗯。刚才我在那扔了一块石头去进去，然后它是泥来的。嗯嗯。走，我们要去别的地方。OK，Let's go。要把那个屎收一下。现在要去爬冰川了，嘟嘟嘟嘟 ，Hello 王哥 ，Are you ready？ I am ready to rock and roll。干嘛？你要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是1926年？就是那个冰川1926年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。嗯，好的。现在呢？你越临近越近，就越往前了。嗯哼。一会儿你应该看到2000年或者2010年，嗯、或者2020年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 Glacierville。
可以喝这个水的。一个人过了这个很。慢慢的走，就是一个人。哇，这水好凉快啊！你看到这个棕色这个表面了吗？为什么是棕色？因为它是含有铁的，铁氧化铁就是这个颜色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这个是全都是铁矿来的。OK， 昂老师教学完成。我要。当一个称职的 YouTuber， 老公，你看就这个花，就这个花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冰川，你要小心一点。这里就是 Essex Glacier， Glacier Overlook。你还没按开始，现在开始了。你看这个走独木桥的人走得多溜。Say hi, hello。老公，这个很结实。这个是一整块木头来的，这个十个人站上去都不会丢的。又来到深山老林，顺便喝一口这个冰川的水。因为它是冰川流下来的水，不要擦鼻涕了。先到这里结束吧。这只比较灵活。这是一个病人。得了白血病的 sea lion， 你确定是白血病？我感觉它是白血病。你看另外一只，它是全黑的，是吧？它在。首先，你来到这里，第一步就是接那个水管。嗯哼。OK， 那是这个，然后这样。
放水就行，就有水来了。第二个只有电。你确定？为什么是这样？你是不是没有放到 C 里面啊？有。那这个就是有点怪怪的，就是会漏。这是什么动作？忘了带手套，是吧 ？OK。一个是电。OK。你把那些pump都关了吗？里边的？关了。他就选一个你喜欢的，就这个左边，千万不要点到这个，着急没办法。OK。第三个是最重要的，你要找到这个下水道。啊、uh-huh.。不是，你先要带个水道。专门抓屎神器。要是没有手套呢？如果有手套，就黄金吧。OK。随便，或者掏，或者你就不用就也行。嗯哼。看你个人的喜好哎。嗯哼。你要找到这个东西，嗯哼，把它打开，先不要把它打开。这到底要不要把它打开？先拿这个通屎神器。啊。你今天拉屎了吗？这盖你早上不是洗了吗？怎么又脏了？又脏了一点。哎，这个螺丝刀，我觉得这东西怎么这么难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太多尘。嗯哼。玩视频玩。嗯哼。把这个尘弄干净了，就可以。嗯哼。把这一个套上去。OK， 嗯哼，那这个就弄上去了，就上水道就压着它，嗯哼，就行，就可以放水了。OK， 这手套你今天不要了吗？里面还有手套，你要放屎啊？你先不要弄开它，你要拉屎。现在放？嗯。首先，这绿吗？嗯。放屎要分手，先放那个 black water， 就是那个屎，嗯，黑屎，黑屎，然后再放那个 gray water，gray water 就是洗澡和洗碗那个水，灰屎，先放这个，嗯，看有没有屎出来，会不会喷出来？会的，哎呀 ，Oh my god， 你自己看哦 ，Oh my gosh， 它是黑色的。把这个压的下去，然后我看洗手的洗碗的水，然后我们就不关它了，就洗碗的水就直接下来。那屎呢？那屎之后我们走的时候再放一圈。嗯。因为屎不可以混合着那个。嗯哼。知道了吗 ？OK。OK， 搞定。哎呦，教学完成。五个，这是无限个的。
bears become more reliant on dead and dying salmon. The falls are what makes Brooks Camp world famous. Let's throw it back then. Yeah. 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都是给我归我管的。那个人，厉不厉害？小伙伴，我们现在施施伯伯刚才路过这片营地的时候，山林的时候见到了两只老虎、三只熊猫、四只大象、五头骆驼，还有灰色的棕熊，我们都一一闪过，特此为大家通报一声。 OK over， 拜拜，下一个旅程再见。猪猪姐姐，我要把这一块送给你。OK， 现在开始了。对，拿起它吧。放弃了。那行。怕啥鸟？鸟是怕你的。看看这个云。走这个山路特别的溜。我昨天去钓鱼。昨天钓完鱼，今天来这里走这个 trail， 爬山看那个湖和冰川。你看呢，跳的特别的溜，非常的好。蘑菇。然后，我们现在发现了地上有一个很小红色的灵芝，需要放大镜才能看得到，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下。Okay. Goodbye. Follow me. 还要吗？
要拍给自己。不用，现在是你表演的时间，你今天才是主角。你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这一路上都看了什么。这一路上也没看到啥，但是我好像看到一个野猪在那里撒尿呢，太厉害了。 OK， 就这样吧， Goodbye。 为啥？哈喽各位小伙伴们，现在我正在身处一个巨大的深山老林里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湖对面的景色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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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窝子，是不是很好看？然后某个人正在往下走，跟我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。哎，蘑菇专家要上线了，你看，看就这里有一个小小的，哎呀，它脚不够长，哎，可以了，你看，就这么简单，学会了，只是过一个 tunnel 而已，这个 tunnel 就是上沙威那个就是 one lane 来的，懂了吗？一次只可以去一辆车的。多少钱啊？给了15块，那他给了我一个这个什么 Reservoir Alaska， 这么可以走？你的不可以走了吗？为什么？他先放那条线。我是 Red 来的。Shit。没事，反正在这里开半个小时，我不相信半个小时走不了那么久。Turn one open。Go。Let's go。好长哦。
Like I told her? What? I think I guess. She gets it, I love it.
这些可以。Going on a hike. George, how are you? Very good. Running out of battery. Great view.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，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，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。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，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，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。我会等枯树生出芽，开出新的花，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的绿朝霞。我会等朝雨落下，把回忆都冲刷，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。我会等冬日雪融化，蒲扇里的夏，守着深夜里的星星，眨眼不说话。我会等故事里的你，再给我讲笑话，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。我想学一种续写未来的魔法，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，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。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，再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，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。我会等枯树生出芽，开出新的花，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的绿朝霞。我会等朝雨落下，把回忆都冲刷，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。会等冬的雪融化，不删。